妈妈上我这来好几天了，我一次还没带她出去吃饭去嘞。今天带着俺妈妈去吃羊肉串去。还有俺表姐，俺一块去啊。好嘞，妹。俺这边有一家羊肉串，可好吃了。俺每次哈，从家里出去或者从外地回来都吃，俺老婆人都知道，好吃的很，带恁去尝尝去。还带小五去吗？你想带小五去吧？想。我带他去了，那么热，又有点乱。小五不能歇，天太热，等会儿那雨还没，还得放学，我在家等着他。行，他在家跟我就行，你去吧。让小五让爸爸抱着，行吗？嗯、拜拜，小五。拜拜。啊，小五好可怜哟，从小到大上哪去，从来不跟着。拜拜。好嘞，给你妈拜拜吧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小五。拜拜。走走了，走走了，拜拜了，拜拜。这个嘞，哎呀，那么漂亮，你俩人跟双胞胎一样，你看像不像？嗯，特别像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好，出发了啊！走，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。那么远啊？好吃不怕饭碗啊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嫂子，好尴尬呀！好久不见，你这是偷偷的做了什么工作吗？这是？怎么了？看看我，瘦了呗？哎呦，瘦好多了。好看太好看了，被你传染了。哎呦，一家点点羊肉羊排。嗯。潘洋洋，吃什么？赶紧去点。好。哎，这一亩都不见又长肉了哈，长肉肉了吧？哎呦，肉肉腿了。想大娘了吗？想了吗？哎呦，我也想你了。丹姐，吃什么咱点什么啊？好的好的。阿妈你也点，尝尝咱这的特色。看看这三个人长得像不像？比个耶。耶、yeah, ，这三个源头要是都是个一家的，你看媳妇人吧。嗯，媳妇人，俺家里正好有三个，赶明长大了都这样的。漂亮。这一家子人都说俺侄女长得像我，这个小妹也像我。这个亲生的反而最不像我，是吧？他有点像他姑姑，然后像他爸爸比较多。上锅，我们这边的烧烤都是现烤的，他稍微给你烤一烤，然后自己烤。妈妈喝水。嗯，谢谢宝贝。羊肉串四季老有，这就是自己烤的好处。这样吃烧烤更有意义。对，而且这个火候可以自己掌控哈。对。来，老给你尝这个饼，老好吃了。干姐，赶紧吃。谢谢。这种连肥带瘦的，我感觉吃着巨香。多吃点，你看你瘦了。嗯，我今天吃的还少吗？比你吃的都多。特色羊排来了，这个是烤好的，直接吃都行。阿妈来，赶紧夹一块。哦。这个使劲吃啊，知道吧？你要是吃不动吧，捂你捂你咽了都行了。哦、行。因为俺妈都是假牙，阿姐别赶紧吃。哎呀，这个羊排看着都有食欲，可好吃了，它烤的透。我也来一口啊。嗯，大孙这一脑门子全是汗呀。来，再来四口串，好吃吗？好喝。好久不吃真香。嗯，真香。真香。蒜蓉茄子，这看着有食欲，好吃呗？我还没吃过呢。你尝尝呀，你不是喜欢吃蒜蓉扇贝吗？闻着一股蒜味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好吃啊。好想尝尝，子怡，快过来尝尝。哎，我不吃蒜。你怎么随我呢？啊，小吃吧。我尝尝。嗯，好吃。好吃吧？嗯。嗯，好吃。很香吗？蒜香味。很香，蒜浓味过香。俺跟俺郎成俺媳妇。哎呦，正好热乎乎的，恁郎最喜欢盒饭了。对。别老。哦。慢点，慢点。弄上来。慢点，慢点。快烫。哇塞，刘玉佳，你的最爱来了！哇，真香，赶紧来一个！哇，看着都好香。嗯，它这个蒜蓉是炒熟的，所以吃起来就巨过瘾啊。嗯，好吃。你俩喜欢吃，多吃几个，不够再点。好。好。嗯，今天这个烧烤吃的非常的开心，大家一起合张照来，三二一，耶！你三人吃饱了吗？饱了。吃饱瑜伽，要不然你打个车先回去吧。我等会带着你大姨还有你姥姥去你大爷大娘的厂子里去看一看。行。我没有事，姐，我跟你一块去转转。啊，行，好嘞。那咱今天先分享到这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子怡，我觉得你长得可像个洋娃娃了。我感觉或者连个歪了不？不歪，特别好看。阿妈，你看啊，她长得可可爱了，真的。这回大了也懂得谁了。嗯，懂谁了，知道疼奶奶了。